就是重量斤斤计较的电子。它这个就是一片一片的，就是公规的啊，然后就是买来它这个头串起来。但是理论上，他们光华商场有卖电池，但不会卖这个头。不会，他会帮你换这个电池，然后照样再把它接回去这样的。那你要试试看，我也是可以试试看的。但这样会便宜吗？应该也不知道啊，就问问看而已啊。有去一张，那你要带我去问一下哪里有用？了解。我都没有动啊，我就一直胖在这里啊。我对的方向。你对的方向。你来我这里看是不是信号会更好？可能吧，我试试看。就发两片啊。